米种多少才能够采收市场卖？从栽种苗到十八个月，好，十八个月，它是利用幼苗再去转种的哦。我们看到很多，我们连路去观察，有些刚种而已哦，哈，它的苗长在哪边？一颗凤梨有没有利用凤梨头再去种？有哈、哦。那其实因为凤梨头本身会发那个嫩芽，它叫做冠芽，皇冠的冠，冠芽，它的底部尾巴也会长出嫩芽，它叫异芽，我们的华裔美裔那种异芽，然后在果梗下来接近地面有叶子，也会长嫩芽，叫做吸芽，吸收的吸，吸芽。地底下里面的这个根也会长出块茎芽，好、哦，四个芽，大部分取哪一个来种？就是吸芽，靠近地面叶片中间的那个嫩芽来再转种再种。因为一个凤梨长一颗出来，成熟十八个月成熟之后，把它摘下来之后呢，这个整个叶子再去除刮掉，重新再种，哦，它不可能再利用原来的种，会长不好。那我们是说，哎，十八个月在戴帽子或是有包那个套子是什么时候？在采收前一两个月，采收前一两个月，哦，站好哦哈，哎，因为是刚好，因为早上刚好在那边下雨啦，哈、哦。那通常的话，一般游客也不会在中途站起来，哈、哦，因为晃嘛，我们双包的位置比较高，所以重心在上面会比较晃，哈、哦。他来跟着哈。那他在采收前一两个月才戴帽子。那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银丝凤梨果是由我们屏东县政府协助，而且好像提供那个采帽。好，那劳动青年办事处在哪里？自由路万年新政区就看到，就劳动公园啦、啊。好，那年轻人呢，他做这个绘图，他那个凤梨田的面积绘图下来的话，这边指导农民，他、啊、把那个采帽带过来。那当然事先也是要请农民先栽种哦，不然怎么凤梨幼苗上没有办法套这个帽子或是包这个袋子啦。好，那我们之前也碰到劳青处的年轻人，刚好也是来这边指导。好，那今年的主题是穿山甲，穿山甲是保育类的哦。我记得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在甲县看过山产店有穿山甲这个食材哈、哦，啊，当时没有保育，但现在保育了哈、哦。其实它对我们的那个生态其实很有帮助，它会吃蚂蚁。